还是品牌太破眼。适配器100伏到240伏全球通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使用。工作按钮两个，第一个是开关和模式按钮，第二个是颜色调节按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插入适配器。插入适配器之后，红色指示灯呈现闪烁状态。打开香薰机上盖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水位要求必须盖过探针。此时红色指示灯呈常亮状态，可以开始工作。按开关按钮，香薰机开始工作，模式一。同时蓝色指示灯常亮，按颜色指示灯可以更改颜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循环结束，颜色关闭。此时按开关模式按钮进入模式二。此状态下，香薰机工作5分钟，暂停30秒。再按开关模式键，香薰机停止工作。接下来倒除香薰机残留在杯体内的水，注意倾倒方式不要沿出风口的方向，沿另一侧。用工具将香薰机擦拭干净，注意清除雾化片内残留的水位。好，本次视频结束。